这黄鳝也不大好的，哥们，你看不？不是特别大，但是特别精致。收，漂亮，跟着镜头走。这里又来，直接双杀，只要有货，轻松拿捏。漂亮，特别挖色的那种。一，过来过来，还差点飙了的。刚刚开播一下，六七斤黄鳝已经有了，六七斤哈，直播间6800多人见证了哈，点开头像进来看直播。